上一集说到，这个北魏的那秀荣郡地方酋长本来是地方军阀，这尔朱荣啊，趁着北魏末年天下大乱之际，呃，就是率军四处转战，他越来呢越清楚，哎、呃，北魏军队的那种腐朽，呃，和这个不堪一击。尔朱荣呢率领军队，哎、呃，转战到四周的时候呢，四周就是今天，呃，就是山西忻州那地方。 当时呢，这刺史就是北魏的刺史，呃，这个玉庆斌对尔朱荣呢又讨厌又害怕，就紧闭城门，呃，不让他入城。尔朱荣呢顿时大怒，攻拔四周。你想他作为这个四州守城的，也是这个北魏的官员，啊，他就把这个城啊给攻下，然后呢他委任自己的族叔尔朱雨生为刺史，啊，竟然下令把这魏朝原先的刺史啊，这玉庆斌啊。 关押在他自己的秀荣郡，呃，自己的地盘监狱里。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这个成平之时，谋逆造反，啊，最大罪过大了。但当时魏国境内是处处反叛，尔朱荣呢手下的兵威又盛，魏朝的大臣也不敢责问。你看他把这个四周呃攻陷了，本来四周就是魏国的地方，朝廷呢还给他又加了一个镇北将军啊、呃，这么样一个职务。 很快啊，魏国先于修理啊，又反叛了。消息传来之后呢，尔朱荣上表要求带兵东讨。这个这朝廷呢还挺高兴，呃，加封他为征东将军，呃，都督什么兵四分广、横、云六州军事，又给他进阶为大都督，又加金紫光禄大夫。等到魏朝反叛的那个特有名的那个鲜卑这个部族的人，这个葛荣军事隆盛的时候呢。 尔朱荣啊，害怕葛荣大军啊难逼邺城，他就上表要求出兵三千增援相州。当时呢，呃，我们先前也讲了，小皇帝那个元许呢就没有答应。接着呢，尔朱荣上表就要求派兵啊，呃，守府口啊、呃，以防这个这个就是当时这些各地反叛的人吧。当时就以胡太后为首的这个朝廷就对他有所警觉了，呃，就不允许。 为此呢，尔朱荣大怒，因此就是在马邑啊、什么景兴那一带啊，圈了一大一一大片地，然后等于就是把那个地方作为他自己的一个大的根据地。洛阳城内呢，这个肃宗孝明帝元许和他母后胡太后的关系闹也僵，这小皇帝私家就下密诏给尔朱荣，让他进兵洛阳。尔朱荣大喜，立马起兵，走到半路呢，哎，又听说这个孝明帝已经驾崩了。 呃，实际上是被他亲妈毒死了，呃，时年十九岁。当时兴头正盛的尔朱荣啊，得到这个消息，怒不可，马上是抗表朝廷，就直接上表给朝廷，指斥朝臣。接着呢，尔朱荣率领兵众直向京师杀来，同时呢，他还派遣他的堂侄尔朱天光等亲信啊，密见当时这个元姓宗室长乐王元子攸，并在武泰元年立元子攸为皇帝。 这个元子攸呢，就是北魏的孝庄帝。孝庄帝元子攸啊，他投桃报李。我一看，你都把我自己立为皇帝了，按理说轮不到他做皇帝，他就马上下诏封尔朱荣为史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开府、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什么还加封为太阳王，所以十亿两万户，你这是绝对是投桃报李了。 听说尔朱荣大军杀掉，那胡太后也害怕，她马上派了个面熟小白脸李神鬼统军抵御，兵锋未交，那李神鬼扔下军队就跑了。尔朱荣呢，这个时候毅然率领大军入京。胡太后呢，见了尔朱荣还想辩解，啊，你想这个从前你不可能见到太后和皇帝啊，哎，这个秀容郡的酋长现在已经是牛气冲天，拂衣而去。 胡中呢？呃，他还怕军事，把胡太后和者三岁的小皇帝都扔入黄河淹死。而朱荣拥立了个元子攸为皇帝的同时呢，又把元子攸的兄长彭城王元子绍和元子攸的这个弟弟霸成公，呃，叫元子正，都一起弄到了河阴，封元子绍呢为吴上王，这个元子正呢为始平王。除掉胡太后和这个小皇帝之后啊。 这个尔朱荣的亲信有叫费穆的，就劝说：“你看您属下人马不过万来人，现在直逼京都，前面呢并无拦路的这个军队，也没有呢大胜的这种之威，朝中群臣啊，我估计都不会服从您。如果您不大行诛伐把朝廷官员都换成自己人，恐怕您哪天离开朝廷一步，肯定就会啊内中变起，有祸事发生。” 仔细一想呢、啊，尔朱荣也觉得啊，这个费穆啊说的话呢、啊、也挺对，但是呢要尽杀大臣，他还是不能下决心。他就为另外一个亲信叫慕容绍宗的，就问：洛阳呢人世繁盛，交涉成俗，我想趁百官迎接新皇帝的时候把这些人都杀了，你认为如何？慕容绍宗是个明白人，他劝说尔朱荣：胡太后荒淫失道，奸臣弄权，四海沸腾。 所以，明公您才趁机兴义兵，以清朝廷。如果忽然无故杀戮朝士，中间不分，全部杀掉，又恐怕大失天下所望。而朱融想来想去呢，还是觉得要大杀来立威。于是呢，他就请他这个新立的皇帝元子攸，呃，沿着这个黄河啊，呃，到了河阴，然后呢，引导百官在行宫西北，就对大家说：皇帝要祭天，必须来，不能请假。 等到百官聚集之后，尔朱荣自己捡个高台，这个四望之术立马于其上，大声对下面这些官员斥责说：“天下丧乱，肃宗皇帝暴崩，都是你们这些人不能辅弼，不能辅助，而且呢，朝臣贪虐，个个该杀。”说完话，纵兵大杀。这次杀戮呢，北魏死难朝臣人数极多，根据《北史》啊、《魏书啊》啊呃记载，有一千三百多人。 《资治通鉴》呢有记载，有两千多。哎，反正就是从上到这个丞相高阳王元雍、司空元钦，呃，什么这个益阳王元略，呃，下面到正在家居上的黄门郎，什么王道业兄弟，从王公贵族到下头一般的这个官员，不分良奸，全部是刀劈斧砍，杀个精光。而朱荣啊，他这个杀戮朝臣的举动，好像是斩草除根，实际上。 种下了特别特别大的祸患。我们想一想，洛阳自从孝文帝啊这个元宏迁都以来，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哎，经历这个河阴之变，洛阳城内的发生了大规模的恐慌骚乱，许多呃在洛阳城中的北魏官吏愤愤出逃。所以说，洛阳城这个京城昔日的繁华是近乎荡然无存。 对于北魏朝廷更致命的是什么呢？河阴之变的消息传到各地，北魏的宗室，什么颍州刺史元显、汝南王元悦、临淮王元玉北青州刺史袁世俊、南京州刺史袁志等等，震恐之下，他都举州向南朝的梁国投降。就不仅是自己投降，把那个州郡从前本来是在那儿防卫的，现在也都投降了。北魏和南朝之间的边境防卫啊，几乎是完全崩溃。 实际上呢，尔朱荣他大杀这个王公贵族啊，这个朝臣，还就是因为他自己没底气，他觉得掌握不了这些人，所以说呢，就想把这些人全部杀掉。接着呢，尔朱荣暗中唆使他手下的军士鼓噪，元氏既灭，尔朱氏兴。接着呢，他又派这个士兵举刀奔向行宫。当时的孝庄帝就被他立的元子攸啊，正和兄弟往外走，听到外面乱哄哄的，就想看外面发生什么事儿。 这个时候，几个兄军士就拥一拥而前，紧紧抱住了孝庄帝元子猷，就声称要防卫他，就把他拥入帐中。剩下的几个人抡刀就砍，把那两个王爷砍成几段。听到两个兄弟在帐外惨叫，庄帝元子猷就慌忙问：“这到底为什么？”军士也不回答，然后就把他拥逼着走到河桥，最后软禁在帐篷之中。这个时候，庄帝元子猷是忧愤交加。 他没想到自己刚做皇帝才几天啊，亲兄弟就横死在自己的面前，然后他就派人对尔朱荣表示说：“帝王迭兴，盛衰无常。如今四方瓦解，将军您奋袂而起，所向无前，这是天意，非人力。我呢投靠您，本来呢想活命，岂敢呢就是妄希天位？岂敢就想做了皇帝呢？将军您现在今天当着我的面把我兄弟都杀了，呃，就逼迫我。” 如果天命有归，将军您呢，应该呃自己称尊号当皇帝；如果推而不居，如果您自己不当皇帝啊，想继续保存大卫的社稷，也当啊另择亲贤，也当就是找别的人来当这皇帝。我们可以想象到，忽然之间，这个皇帝元子攸从先前的踌躇满志，到现在一一下又变为阶下囚了，他当时那种心情的阴暗、郁闷是可想而知。 这个时候呢，尔朱荣手下大将高欢就劝这尔朱荣称帝，另外一个将领呢贺白岳哎就说相反的意见，将军您手举义兵，制出奸逆，大功未立，马上称帝，这个正合适，就是很快就招惹祸端，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尔朱荣呢，这胡人出身特迷信，就马上叫人找来金铜那些器物，铸造自己的金像。 北魏王朝啊，以及北方胡人，他凡是做重大抉择的时候，比如说选皇后啊，或者自己想成王成帝的时候，他常常自己铸金人，呃，这个来占卜吉凶。结果呢，他一共铸了四次，他的金像全部都没有成功，都没铸成。而朱荣信任的一个巫师呢，这时也劝他：，你看天时人事都不成熟，估计呢也是在河阴之变的时候杀大臣太多。 这个一方小酋长出身的人干出这样的大行来、啊，这这精神呢大受刺激，加上迷信又作祟，住的金像又不成，尔朱荣一时间精神恍惚，呆立了半晌，缓过神来，哎，就说：“你看我犯下如此大错，我应该自杀向朝廷赔罪。”实际上他真能自杀，他不可能啊。 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如果尔朱荣强行称帝，就意味着还要和他不能完全掌握那个洛阳禁军，还要互杀一场。而此时呢，尔朱荣，你想他连自己军中那些将领都不齐心，有的认为他可以称帝，有的劝他千万不要称帝。所以说呢，当时对于他来说呢，风险太大，因此他就没有称帝。看见尔朱荣在那失魂落魄，他手下大将贺拔岳就劝他，你应该把劝你称帝的高欢杀掉，以谢天下。 当然了，这个左右也都劝止了。这那现在，这个这咱们这个尔朱这个王爷还没当皇帝呢，干干嘛杀大将呢？当夜四更时分，尔朱荣呢就重新迎回庄帝元子攸皇宫。他从马上滚落，向庄帝是叩头请死。这个时候的庄帝元子攸呢，还是个傀儡，他能自己保住自己性命就不错了，哪还可能让尔朱荣去死呢？而尔朱荣属下那些弃胡士兵。 你想在这河阴这一地就杀掉这么多王公大臣，这个时候都不敢入洛阳城。城中的官员百姓听说尔朱荣要纵兵大掠，愤愤狂逃。城内当时剩下的人不足十分之一二。至此呢，尔朱荣就派人呢护送这个孝庄帝元子攸回宫，上表呢要求呃，就个封赠这个庄帝被杀的哥哥吴尚王为吴上皇帝，其余河阴的死难的大臣呢都以朝廷名义追赠官阶。 啊，等于是卫生追死吧。接着呢，尔朱荣在朝廷廷议当中呢，就建议迁都。对此呢，孝庄帝袁子攸呢就不敢违背，那些大臣们，呃，基本上没人敢呃说个不字。这个时候呢，还有个宗室，叫做当时他的官是都官尚书，叫元臣的，哎，他站出来说不可、呃，不能迁都。尔朱荣当时就大怒。 迁都关你屁事儿啊！你这么固执己见，难道你就不知道刚刚在河阴发生了什么事吗？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服，我要像在河阴杀那些大臣一样，马上把你宰了。元臣当时还挺，还这无所畏惧，就回答：天下事当与天下人论之，奈何用河阴之事吓唬元臣呢？我呢，国家宗室，位居尚书官位，生计无益，死又何损？即使今天碎首断肠，也无所惧。 尔朱荣大怒，马上拔剑就要杀掉这个元辰。尔朱荣的堂弟呢，尔朱世龙还在旁边和和稀泥。最后呢，让这尔朱荣呢按下怒气，就没有当庭啊，再把这元辰给给刺死。见到当时这个拔剑要杀人，这个这么凶恶的情状呢，当时在场的大臣们活着的剩下的那些大臣们，个个震恐。这元辰这个人呢，神色自若。几天之后呢，尔朱荣。 和这个孝庄帝元子攸在宫内登高四望，一看呢，宫阙壮丽。几天之后呢，尔朱荣和这个孝庄帝元子攸啊、呃，这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君臣两个人，在宫内登高四望，宫阙壮丽，列树成行、哎。他自己也叹息道：“你看，微臣我先前太愚昧，皇居如此之盛，我还要迁都。现在想着袁尚书的这个劝告，哎，真是还是有道理。由此一来，尔朱荣呢就不再坚持要迁都了。” 到了五月呢，尔朱荣就被孝庄帝元子攸加封为北道大行台，他亲自到光明殿入谢孝庄帝，发誓自己对皇帝没有二心。元子攸呢，亲自离座扶起他，也发誓说自己从未参与过尔朱荣。尔朱荣大喜，当时就是让人弄来几大坛子酒，啊，一下喝个大醉，醉到不省人事。当时望着这位残杀自己兄弟手足的权臣啊，那孝庄帝元子攸杀心顿起。 真想一刀上去就把这耳朱荣结果了，左右的那些人苦见说：“千万你别杀他！你看你即使现在把他杀了，这个外边的侍卫都是耳朱式的党羽，绝对不能轻举妄动。”当时呢，孝庄帝元子攸呢就忍下恶气，派人啊用那个床榻抬着耳朱荣，把他送到那个……这个这个他的房间里去歇息。到了半夜，啊，这个耳朱荣酒醒了，心中也是后怕至极。 从此之后呢，他就不敢再在皇宫里留宿了。尔朱荣的一个女儿啊，本来是魏肃宗，就那元许的侧妃，就是被胡太后毒死那儿子，是他的一个妃子。如今呢，尔朱荣又想把女儿嫁给这个孝庄帝元子攸当皇后。呃，当然他这个心目中绝对没有一女不嫁二夫的那种汉族的概念。孝庄帝呢，听了尔朱荣跟这自己这样一说呢，要把闺女嫁给他，他是犹豫不决。 当时他手下的大臣，呃，就黄门侍郎叫祖莹的，就劝皇帝你应该隐忍，而且呢，反京合一有这么样的古礼，嗯，就就就就把他收了。孝庄帝也没办法，只能答应这婚事了。尔朱荣一听皇帝答应娶自己的女儿为这个正后、正宫皇后，特高兴。由此呢，他会成为皇帝的老丈人。尔朱荣这个人，胡人出身，举止轻脱，喜欢骑马射箭。 每次朝见，他其实根本没有正事儿要办，只是在宫内上马下马找乐子玩，很像是表演马术。他常常还和这皇帝呃袁子优一起呢，在西林园大设宴席，射箭为乐。同时呢，他还叫他的皇后女儿也在场观看，而且把和音、漏网未杀这些王公贵族全都叫到一块儿，大伙儿一起喝酒吃饭，然后这个欣赏这舞蹈，而是这个这个马迹。 每次射箭这个时候呢，这个皇帝元子攸射中箭靶，尔朱荣就起身边舞边叫，呃，他身边那些将相啊、卫士们也随之盘旋起舞，至于那些公主、嫔妃啊，也不得不啊跟着举臂高呼。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北魏王朝那元姓宗室啊，已经是汉化极深，内心深处肯定极其厌恶尔朱荣这套胡人的把戏，但是呢，现在他们自己是宪中木偶傀儡啊，无论是孝庄帝元子攸。 王公大臣还有那些嫔妃，只能对尔朱荣唯命是从。每次啊酒酣耳热之时，尔朱荣呢，呃、啊，经常啊盘腿坐地，高唱他家乡的那个胡曲。傍晚宴会结束呢，他又会和他左右亲信牵手挽臂，大唱回波乐而还。这个回波乐这种歌舞呢，就根据我猜想，可能很像那个俄国哥萨克那种蹲地盘旋前行那种舞姿。 反正特高兴，边跳边走。尔朱荣在洛阳待了一阵儿呢，他又想遥控朝廷，他就是率军啊回镇晋阳。在此之前呢，他把他的亲信死党袁天穆等人招入洛阳，就给他们封高官，占据了朝廷的那些重要的官职。所以当时凡是朝廷的大官，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行政啊、什么人事这些权利都是他自己熟悉的人。 对此呢，孝庄帝元子攸呢无可奈何。这个时候，魏国的葛荣的叛乱已经是势不可挡了。这葛荣在短时间内兼并四方武装，号称百万，围攻邺城。邺城就是今天河北的临漳。当时呢，葛荣手下的前锋军已经过了集郡了。集郡就是今天河南的卫辉市，呃，所到之处，这些人大肆残杀掠夺。而朱荣听说这一消息呢，他也不怕不惧，自己率领精兵七千。 人携两马，直扑河北而来。为什么人携两马呢？就是一个正马，一个副马，方便他们昼夜兼行。葛荣方面呢，一听说尔朱荣来，哎，才这么一点人马，大喜于色，就让手下人赶紧给我多准备一些长绳子。就扬言说，如果尔朱荣到来，马上把这些人全部捆起来，然后处决。毕竟啊，这葛荣是草寇出身的莽撞人。你看，葛荣背向邺城，然后列阵数十里，散散漫漫的。 啊，就准备迎敌。尔朱荣这个人是个军事天才，打仗绝对是个中高手。他先派兵埋伏于山谷之间，准备出其不意的迎出击。接着，他下令三人一组，再派出几百组骑兵啊，四处这个出去，然后扬尘鼓噪，就让这个葛荣娟人啊就不知道他自己的就是自己这个率领士兵到底有多少。由于双方当时近距离就开始混战了，考虑到呢。 刀不如棒好使，尔朱荣就发给兵士每人啊袖子里啊藏着这个一根棒子，以便以方便进击，就是进进，就是互相肉搏搏斗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棒子。为了防止的兵士贪功呢，割首级求赏，他又下令战后绝对不以人头为封赏的标准，只求大胜就行，只要胜了各有封赏。如果你割脑袋没用，我们想一想。 葛荣当时号称百万，即使没有百万，也有六七十万。如果这一百万、六七十万的脑袋让七千个人去割，也能把这七千人都活活累死。可以想见，这尔朱荣啊，事先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了。两军相接之时，尔朱荣亲自冲锋陷阵，带兵突出阵后，直杀葛荣中军大帐。而且这一战下来，尔朱荣这七千军队啊，那真是奋起神勇，里外合击。 啊，最终大破葛荣军队，呃，当场还把这个葛荣给生擒了。我们想呢，虽然说葛荣号称百万，再怎么样也有大几十万，忽然在这阵得知首领被擒住了、啊、你想，这摘肺掏心啊，一下把他的中军大帐，把这把这葛荣都给抓住了。葛荣属下的这些军将全部投降。眼见这么多乱哄哄的降兵，尔朱荣呢，考虑到即使这么多人投降，也还是。 这个这个一百多人敌自己军事，一个人，这个时候呢，尔朱荣还就怕这些这这刚刚投降的俘虏啊会惊惧。当时尔朱荣还留个心眼儿，他就下令什么呢？葛荣的军事投降的军事就地遣散，而且还表示说：“哎，你们遣可以亲属相随，对这个俘虏一概不问，你们该自己的财物、自己的东西都拿走。”听到如此款待，那被俘的那些葛荣的士兵大喜，一下呼噜一下。 就都四散而走了，因此数十万众就一会儿的工夫、呃，全部都散尽了。等到这些散兵游勇啊出走百里之外、呃、已经聚不起团来了。尔朱荣这个时候才派兵分道压领，并从中开始选择，呃，看看谁能战，谁能干，呃，谁这个个头大，然后挑选把这些人编成自己的这个军队，呃，进入自己的军队服务。 由此呢，葛荣从前的这些、呃、这个造反的军队呢，这阵儿都又变成呃，这尔朱荣率领下的北魏的政府军了。啊、呃，这些人对他还特别佩服。击灭葛荣百万大军，立下如此大功，尔朱荣呢又被魏朝加封为大丞相。他的两个儿子尔朱文叔、尔朱文畅呢也同时封王。击灭葛荣之后，这尔朱荣啊确实不简单，又立下奇功那他立下了什么奇功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我们先前讲过，这个尔朱荣，北魏的这位跋扈权臣，率领他的手下军队呢，发动河阴之变的时候，大杀这个洛阳的这个朝臣，还有元姓的宗室，在外地坐镇一方的那些魏国宗室，什么汝南王元岳啊，临淮王这个元玉、北海王元浩，仓皇南奔，都向南朝梁国投降了。 后来呢，孝庄帝元子攸继位之后，等于是魏国又天下有主了。汝南王元悦啊，临淮王元啊，这些人呢，都愤愤地回到魏国。这个时候呢，梁武帝萧衍就很想趁机啊，趁乱捞便宜，就封人依旧留在梁国的元昊为魏王，然后派出梁国的大将陈庆之。 率领呢数千兵士护送他北还，在此呢，我们就要说一下南朝梁国这位陈庆之大将军。毛主席当年读《南史》，看到他的事迹之后，啊，亲批墨宝在上的表示：“千载之下，令人向往。”陈庆之字子云，这个人从幼年时期他就以书童的身份啊追随梁武帝左右，一直勤勤恳恳。 忠心不二，就梁武帝对他非常赏识。那么梁国大通年间呢，涡阳一战啊，他以少胜多，连破魏兵十三城，斩获数万人。梁武帝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特高兴。你看从前自己手下的书童，现在成为大将军了，而且呢还能取得如此的胜利，就亲自写首招，对他加以这个卫冕吧。公元五百二十九年。 梁武帝呢，就委任陈庆之为标勇将军，给他七千精兵，就送魏国宗室啊。这个元昊北还。当时呢，魏国方面也打听到了这个消息，都认为元昊与陈庆之率领这支部队啊，人太少了，根本就没拿他们当回事儿。不料呢，陈庆之率领这个梁军，直接就把行程，哎给攻克了，啊，直逼梁国。梁国是个地名啊。 魏朝大将邱大千当时呢有兵七万，你看，十倍于梁兵，分驻九个城垒抵御陈庆之。陈庆之呢率军进攻，从早到晚连拔三城。惶恐之余，那邱大千啊，那个北魏的将领抵挡不住，竟然以十倍之众向陈庆之投降了。这次得胜之后，在梁武帝的默许之下。 在陈庆之的辅佐之下，这位魏国的宗室，原先的这个魏国的北海王元昊，就宣布自己呃成为魏国皇帝了。前方呢，等待陈庆之和元昊呢，还有魏朝的济阴王元辉业。元辉业当时是率领了就特别能战的羽林兵两万，驻扎在考城。陈庆之呢，指挥军队一举攻陷考城，还把这元辉业给生擒了。得胜之后呢，哎，这些人又率军继续西进。 直抵荥阳，继续猛烈攻城。这个时候、啊、守城的是谁呢？是魏朝的大将袁天穆，还有尔朱荣的堂侄叫尔朱兆。尔朱兆呢，有的史书上也称他为尔朱土木儿。呃，尔朱土木儿实际上是尔朱兆的小名。这些人呢，率领三十万大军，也是赶来增援。在荥阳附近呢，魏朝的大将袁天穆，还有尔朱荣他的堂侄尔朱兆。 就率领三十万大军啊前来增援，但有的史书当中呢，把这个尔朱兆呢也称为尔朱土默尔。实际上尔朱土默尔就是尔朱兆这个小名儿。我们可以想见，三十万大军前后相连，一眼望不到尽头。看到这么多的敌众，你想梁朝的士兵陈庆之手下的还有元昊他们手手下七千人啊，大惊失色。为此呢，陈庆之当时神色恬然。 解鞍喂马，就平静地对他手下将士们说：“我们这一路上屠城掠地，杀人不少。袁天穆等人率领的军士呢，恨我们都恨得红了眼，要杀我们。我军才七千人，敌众三十万，我们现在只有抱必死的心才能得生。敌方马多，我们不能和他们野战，因为等敌军没有到齐的时候，急攻其城而拒之。”陈敬师说了说，就观察一下他的手下将士的这个脸色。 又接着说：“诸位也不要狐疑犹豫，现在就是让你们逃跑，也不免一死。”言毕呢，陈庆之击鼓发号，指挥兵士登城。当时是以抱必死之心的梁朝将士，绝对这个时候都红了眼了，杀红了眼了，以赴攻城。几个时辰，哎，就攻下了荥阳这个奸城。入城之后呢，他们抓住惊愕不已的守城将军杨玉，呃，斩杀这个北魏手下的将领啊，三十七人。 没等陈庆之的七千人马喘口气，魏国大将袁天穆啊已经引兵围城了。陈庆之呢率领三千兵马就北城迎敌，一下子就大破敌军。袁天穆尔朱兆两个人是惊惶败走。陈庆之一鼓作气直击虎牢。尔朱荣的堂弟尔尔朱世隆这个时候吓得弃城，马上狂逃。大败消息传出呢，魏朝大乱，被尔朱荣拥立的孝庄帝元子攸啊从洛阳单骑奔逃。 至此呢，在陈庆之七千梁军护送下，啊，这个从前魏国的北海王元昊，在这阵儿他已经称帝了嘛，就入据洛阳宫殿。魏朝的宗室和百官啊，这个时候就被法驾迎接元昊，元昊坐朝，马上封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侍中。不久呢，先前败走的尔朱荣的亲信袁天穆又率众四万猛攻虎牢。元昊就派陈庆之迎击，袁天穆呢就派他手下的将领费穆。 啊，率两万兵士攻虎牢，他自己呢，率着余下的两万兵士在黄河边上驻岸关守。由于自己心里没底，没待多久，那袁天穆啊，他自己竟然先率兵啊北渡黄河，他跑了。本来袁天穆手下的一个大将费穆啊，这两万大军还挺生猛，呃，攻着陈庆之的几千守军都几乎守不住了，虎牢城马上就被被魏军攻陷了。突然之间，费穆得知袁天穆他自己先渡河跑掉了，顿时泄了气了。 啊，以为自己再没有后继的军队接应了，呃，必败无疑。他就在阵前啊，向陈庆之所率领的梁军投降了。那么这个费穆被押到洛阳之后呢，元昊就斥责他说：“先前何言之变，尔朱荣杀了那么多大臣和宗室，都是他出的坏主意。我们想一想，从前就是这个费穆说的，让他尽杀大臣，马上就要卫士把这费穆拉到殿下斩首。所以呢，早知如此，这费穆还不如不投降。” 陈庆之得胜之后呢，马上率领军队反击大梁、梁国两个地方，攻陷城池。他从治县一直到洛阳，陈庆之这个七千兵马横行数千里，共攻取三十二城，大战四十七次，所向皆克。陈庆之当时属下这个七千南朝梁国士兵都穿着白袍，哎，这种装束啊，在战场上看上去就,就非常夺目。这也显现出他们的自信心，还有必胜的勇气。 因此呢，当时洛阳附近那魏国的这个这个军民啊，就有歌谣啊唱道：“明君大将莫自劳，千兵万马必白袍。”你看魏国这个宗室元昊现在进驻洛阳王宫的时候呢，当时宫内的禁卫军啊，还有后宫宫人啊，一个人都不少，安堵如故。因为这个元昊毕竟是魏朝的这个皇帝帝室的近亲，而且洛阳大臣呢，因为河阴之变那个屠杀。 大多数人对尔朱荣恨之入骨，所以呢，魏国黄河以南那些州郡呢，大多马上对元昊表示拥戴和服从。哎，毕竟这也是姓元的皇帝。元昊坐上皇座之后呢，魏国的四方人情啊，都盼望这位新帝英明，能重整朝政。至此呢，一路打过来坐上帝位，元昊自认为也是天授地命，逐渐的呃越来越交代。他把从前呢在魏国那些宾客和他那些近士。 都升为大官儿，这些人呢，肯定干扰朝政啊！哎，一帮人天天纵酒为乐，不理国事。而一路浴血攻杀的数千南朝兵士呢，一朝之间忽然来到敌国魏国的锦绣都城，也都乐不思蜀了。呃、哎，仗势他们自己的武力横行势力，啊，欺凌啊，欺压、啊、洛阳百姓。至此呢，魏朝魏国的国人呢，开始就对元昊这位新帝、啊、大失所望。 当时呢，率兵在外的尔朱荣听说自己立了皇帝，呃，这这个孝庄帝元子攸跑到长子了。长子就是今天山西省长治，赶紧率兵呢去到长子。那么在尔朱荣护卫之下呢，呃，这个孝庄帝元子攸啊，忌日难还。尔朱荣呢，率领军队为前驱。十几天之内啊，孝庄帝元子攸和他手下这个兵众大集，人越来越多，资粮器仗相继而至。 然后这阵儿等于缓过劲儿来了，大部队直杀奔洛阳而来。元昊占据洛阳之后，他和陈敬之呢就开始互相猜忌了。魏朝那些宗室诸王都暗中劝说元昊脱离梁朝梁武帝的这个指挥，咱们不要再做梁国的傀儡了。这个时候，陈庆之等于是身在敌国，暗中也有准备，他就劝说元昊：你看现在外敌四级，应该禀明天子啊，再派精兵增援。呃，他说的天子呢，肯定指梁武帝。 现在呢，宣令各个州郡，有南朝人流落到魏境的，呃，都一定要遣返回去。对此呢，这个元昊呢不置可否，转过身来，他就暗中和他那个元姓的宗室诸王密议。陈庆之，你看他现在率领梁国的兵士不过数千人，骄悍勇武，已经难以控制了。如果梁兵再派别的兵马，哎，到我们这个国内来，那么我们梁国肯定就要灭亡了。 当时呢，还害怕陈庆之啊，这个向梁武帝密报，说明当时洛阳的这个实情。元昊他就抢先派人派出使者向梁武帝上表，表示说什么呢？现在河北、河南皆在臣掌握之中。臣他是对梁武帝的自称，虽然说他现在也是皇帝，但是毕竟是梁武帝派人立的。周郡心服，需要的是抚慰安抚，不应该再重新派兵啊进入魏境。 如果呃，陛下您新增兵马，恐怕会动摇魏国的民心。这个时候的梁武帝也表现的十足像个草包持汉，哎，立刻下诏命令梁国军队在边境地区停止开进。当时呢，在洛阳那些南朝梁国士兵啊，人数不满一万，而那些新晋降服的什么羌啊、胡啊士兵啊，竟然有十倍还多。焦虑之余呢，陈庆之手下有个军父叫马佛念的，就暗中劝陈庆之。 你就忽然把这元昊杀掉算了，咱们先把洛阳占了再说。毕竟自己也是先前梁武帝派自己保护元昊登基的、登位的。陈庆之这个人又非常谨慎，就没有听从马佛念的这个劝说。而朱荣方面呢，率领大军很快赶到，与元昊和陈庆之双方在黄河两边对峙。陈庆之呢，他所率领南朝梁国的军队三天十一战，杀伤魏军甚重。 当时尔朱荣呢窘迫无计，想要率军北还啊，以避陈庆之这个锋芒，可见当时的陈庆之是多能干多能打。如此关键时刻呢，尔朱荣属下有个叫杨侃的，还有叫高道木的这些人就力劝，呃千万别走，而且出主意说呢，我们现在应该叛兵啊造木筏，应该立刻抢渡黄河。尔朱荣呢思前想后啊，最终同意这两个人的建议。 就派着尔朱兆率领军士呢，加紧绑缚那个木筏啊，准备渡河进攻。果然，魏军这一渡河，旗开得胜，一举就击秦元昊的儿子，就是领军将军元冠寿。你想把那个现在洛阳的这个伪帝啊，他的儿子这个元冠寿啊，这不仅给打败了，还把他生擒了。听说大败啊，元昊属下的安丰王元延明，他那个大军还没打，立刻大溃。这样一来呢？ 就所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显现了，元昊先前啊，就跟他的那些魏军一阵风败下阵来，洛阳这个很快就失陷了。你看，当皇帝没多久啊，就从前的这个魏朝的这个北海王元昊，急急忙忙啊，率领手下那向南逃跑。当时的手下多少人跟着他呢？才一百来人。事已至此呢，陈庆之他还挺震惊，他就率领梁国的级骑数千，就是七千人马吧，结阵东还梁国。 这样一来呢，陈庆之先前所率的七千凉军所得到的那些城池，一时之间呢，重新又被尔朱荣还有孝文帝元子攸的军队收复了。尔朱荣大胜之后，他就亲自率兵追击陈庆之。当时呢，正值松河的河水暴涨，松河在哪儿？在今天河南登封境内。哎，山洪忽然爆发，呃，这个、梁军无备啊，陈庆之手下梁朝军士一下子死伤殆尽。 你说这些人，呃，打了这么多仗，呃，真正战死的人少。忽然之间山洪爆发，呃，基本上把这七千人都消灭了。最后陈庆之啊啊，他有幸得免，削发扮成和尚，历尽千辛万苦，最终保得性命，就只身一人呢，步行呢逃回到梁朝。狼狈如此呢，梁武帝呢心里对陈庆之还是有愧的，这一直没发兵相助啊，呃，也没有责备他，也没有怪罪他。 还是呢，就是认为他立了军功，封他为永兴县侯。我们如果看南《南史》，《南史》就记载陈庆之呢，性谨慎，俭素不衣顽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扎，马非所变，而善抚军士，啊、呃，自得其死力。可见呢，陈庆之这个人他是儒将，他并不是说编什么兵马娴熟，他不是，他就是靠着他的计策。而且这个人呢，平常呢特别节俭。 而且一点都不张扬，呃，所以说陈庆之这位儒将是千载一时。如果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呃，陈庆之应该是南北朝的呃数一数二的这样一个奇将。陈庆之跑了，那位先前被他立为魏国皇帝那个倒霉蛋元颢呢，跑到临颍的时候呢，身边的随从啊是逃了一个不剩，最后呢，他被魏国一个叫江丰的县卒啊在当地杀掉。 然后把他脑袋，呃，这个弄在小匣子里，传授于洛阳。孝庄帝元子攸回到洛阳之后呢，哎，这这对,对这个尔朱荣也大加宴赏，而且呢，呃，就从宫内挑出这个美貌的宫女三百多个，赏赐啊、呃，这次有功的将士。一时之间呢，魏朝的统治看上去好像是又得以巩固了。不久之后呢，尔朱荣又派他手下的尔朱天光、啊、贺拔岳这些人。 一举消灭掉关中大盗莫乞丑奴等人，什么三秦的河州、魏州、瓜州、凉州啊，什么各地吧，全部降服。挽狂澜于既倒这句话用在那个时候的尔朱荣身上，丝毫也不过分。恰恰在这个时候，自以为对魏朝有再造之功的尔朱荣呢，跋扈至极。他虽然在京师之外，但所有洛阳的朝政实际上都是被他控制的。 孝庄帝啊，元子攸左右的大臣、内侍，全都是尔朱荣安插的眼线。这皇帝一举,举一动，这些人都会禀报给尔朱荣。虽然说事无巨细啊、呃，都是被尔朱荣所这个详查。孝庄帝元子攸呢，他依旧呢,依旧呢对政事啊非常勤勉，朝夕不倦，啊、呃，天天的在那儿浏览那些案卷，啊、呃，就对那些冤狱啊、盗囚啊，所有这个这些东西啊、呃，他都留心。 那么遥控京城的尔朱荣呢？哎，听说这位年轻皇帝这么留心于具体的政务，就挺不高兴的。当时呢，吏部尚书李神俊清理官员的这个选拔程序，就发现尔朱荣推荐那个曲阳县令没有任官资格，就没有批准任命，就另选其他有资历的人上任。尔朱荣听说消息之后大怒，马上派自己推荐的人火速上任，赶走了皇帝任命的官员。为此呢，那李神俊也特害怕，马上上表辞职。 尔朱荣也特别爽快，就派自己堂弟尔朱世隆掌管官员这个选派的这个事情。至此呢，洛阳朝廷的一切也都由尔朱家族的人说了算。不久呢，尔朱荣又上书推荐一个人担当河南一个州的州郡长官，孝庄帝元子雍就没有答应。尔朱荣的死党呢，元天穆特着急，就找到皇帝亲自说服他，孝庄帝呢依旧坚持己见。 见自己说话不管用，袁袁天木就语带威胁就说了：“太原王尔朱荣有大功于天下，又是大宰相，如果他请求替换全国所有官员，我恐怕陛下您也不能不答应。您为什么为了什么几个人什么担当州郡长官这样的小事，要和太原王过不去呢？”哎，孝庄帝元子攸呢也是个特有性格的人，他当时就正色言道：“太原王如果不想做人臣。” 朕也应该被替换掉，如果他陈洁犹存，那他就没有更换天下百官啊，这样的道理。哎、啊，这个话很快就传到尔朱荣耳朵里了，气得他哇哇大叫啊！你这个皇上是谁拥立的？现在竟敢不听我的话！尔朱荣的闺女呢？尔朱皇后也不是善茬，她经常和她的皇帝老公过不去，呃、啊，发脾气耍小性子。为此呢，孝庄帝呢还派尔朱世隆去规劝她。 他当时啊，这个闺女也愤愤言道：“着皇后，他这个天子都是我们家立的，现在竟然敢对我这样子随意敷衍。我父亲本来自己要当天子，事情应该很快就要定了。那么本来是孝庄帝元子攸派去劝啊这个尔朱皇后的，那么这个尔朱世龙，啊，这一听这大侄女如此说呢，他也随声附和。哎，如果太原王自己当皇帝，我现在呢肯定也是王爷了。” 如此呢，孝庄帝元子攸，你想外有强臣逼迫，内有啊这个这个这个泼辣的这个皇后的威吓，因此经常应泱泱不乐，一点没有这个万圣之尊的那种这这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位皇帝呢就唯独庆幸天下多事，盗贼不息。这样一来呢，濡目容了，他有事忙不过来，对自己压力还要少一些，所以。 等到关陇地区啊那些地方，就说已经把那些盗贼都平定了，呃，京城捷报频传的这个时候呢，孝庄帝啊元子攸啊啊，他、呃、不喜反忧，在洛阳城内呢，北魏的宗室就那城阳王元辉还有那侍中李煜。都特别恨尔朱荣专权，他们都想自己掌握朝政，就天天暗中劝孝庄帝元子攸赶紧把这尔朱荣除掉。 孝庄帝呢，只要他一想起河阴大屠杀中他自己兄弟、啊，竟然也和洛阳大臣一起遭到屠戮那个惨状，你想在自己咫尺之近，就嘁咔嚓就被他们给砍了，也觉得尔朱荣必须要除掉啊，才能免祸。为此呢，大臣当中侍中杨侃、尚书右仆射元罗、中书侍郎邢子才，还有五位将军西裔啊，这些人慢慢都参与到谋划之中。 就在众人加紧谋划的时候呢，尔朱荣忽然申请入朝。呃，声言什么？他要伺候自己的皇后闺女坐月。子。孝庄帝元子攸听到这个消息了，心中惊惧，既怕他来，又怕他不来，就天天和亲近大臣商量啊，怎么样才能把尔朱荣杀掉？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就一直怀疑孝庄帝举动啊，不不寻常。他自己派人在自家大门上写个匿名帖子。 上面写什么呢？天子与杨侃、高道不密谋要杀掉太原王，然后呢，他自己假装发现匿名信，接下帖子就呈现给尔朱荣。尔朱荣接到这个匿名的帖子，烧杀几下撕毁了，就往地上还这个狠狠吐了口唾。说、就是尔朱世龙这胆小鼠辈，现在谁还敢生杀我的念头？大概女人第六感官发达，不仅尔朱世龙劝尔朱荣不要去洛阳。 尔朱荣的老婆也劝他：“你不要去洛阳。”呃，我觉得心惊肉跳。尔朱荣不听。呃，为什么不去呢？公元五百三十年八月，在四五千呃这个经济的簇拥下，尔朱荣呢从滨州出发，晋阳出发，旌旗招展，刀剑鲜亮。当时呢，朝野人士都说尔朱荣要造反了，又纷纷传说孝庄帝要干掉尔朱荣，一时之间议论纷纷。九月，尔朱荣一行人就到达洛阳了。 孝庄帝本来想马上找机会杀了他，但他又怕留在滨州的袁天穆起兵成为后患，于是呢，这个孝庄帝元子攸呢暂时隐忍未发。他马上又下了一道诏书，让那个袁天穆也进京议事。这个时候呢，有人就暗中上书给尔朱荣，就告话说孝庄帝元子攸要杀他。你说拿了这封告发信，这个尔朱荣这位爷不慌不忙，还亲自拿着这封书奏、啊、给他这个呃女婿皇帝看。 孝庄帝元子攸这个时候心惊肉跳，他强装镇静，就对尔朱荣说：“外面的人也都说大王您啊要杀我，怎么能相信这样的传言呢？能相信这样的匿名信呢？”哎，听女婿如此说呢，尔朱荣也就不再怀疑。因此，以后他每次入朝觐见皇帝，左右从人都不过数十人，而且这些人还都空手，没人带兵器。在这样的情况下， 孝庄帝元子攸和尔朱荣中间的关系，他们会得到缓和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上一集呢，说到这个骄横跋扈的这个大将军啊，尔朱荣，来到了洛阳，和这个孝庄帝元子攸一见面呢，双方这么一谈，似乎呢，矛盾得到了缓和，那么孝庄帝元子攸的杀心呢，哎，逐渐也就淡了下来，就是很想停止啊，先前就一直想做的，把这个尔朱荣刺杀的这样的行动，但是呢，咸阳王元辉。 就那宗室，他就劝，即使尔朱荣不反，我们这些大臣，我们这些皇家的这些宗室，也不能忍受他现在对皇上您，呃这样的逼迫，更何况呢，根本就无法保证他日后不反。到了九月中旬呢，哎出现了天文的这种怪象，呃就长兴出中台而扫大脚，呃这个就是皇家的宫内的这个。 呃，那些官员有专门负责星象的官员，就马上上报。古人特别迷信，而朱荣呢，他也知道这个天象有异，他就找来呢，非常知道天文星象的一个杭州人，叫高来祖的人就问，哎，这个天象是怎么回事啊？就就现在是众说纷纭。这个高来祖就说，这是除旧布新之象。而朱荣呢，一听说之后很高兴，认为这个除旧布新啊，这个吉兆。 就应在自己了，可能要当皇帝了。当时呢，那些大臣们，你包括他的属下，也纷纷奉承他。有个这个叫李显和的，这个人官员是刑台郎中，他就奉承尔朱荣：“大王啊，您得到九次的封赏都太轻，你看天子现在真是没眼力。”至于有个叫郭罗查的都督，也在一旁边附和：“大王啊，你要得到的岂止是九次这种封赏。” 今年啊，我还准备写这个禅文了，就禅让之文了。那意思是什么呢？让孝庄帝把帝位禅让给尔朱荣。至于参军，有个叫楚光的，也都说，啊，人们都说那滨州城上啊，紫气缭绕，肯定是太原王您，安登皇帝保卫的这样的一个吉兆。因为当时尔朱荣啊，获封为太原王，而滨州呢，等于就是太原的这个这个正好一个属地。 因此，就说这个吉兆一定要应到他的这个身上。听到这些人的奉承和劝进呢，尔朱荣自然特别高兴，眉开眼笑。同时呢，尔朱荣手下那些他那些将军嘛，个个都觉得自己呢，呃，会成为新朝的显贵。因为尔朱荣当了皇帝，他们肯定官职肯定是往上都接着升啊。既然主子都马上要开国登基了，哎、呃，这些人就更加骄横跋扈。 而且对于孝庄帝手下那些左右大臣们，开始吆三喝四，横加欺侮，因为是觉得这些人我们是新朝的臣子，你们这些人肯定不行。而朱荣的小女儿呢，当时是嫁给孝庄帝元子攸的侄子陈留王元宽，而朱荣呢还挺喜欢这小女婿，就常常指着这个小王爷说：“哎，你看最后啊，我这个女婿、啊，那肯定能帮我。”当时就有传人。 传什什么传言呢？就是、说尔朱荣小女儿啊也要生孩子，尔朱荣呢为了方便控制，啊即使他自己不马上称帝，他那小女儿的孩子生下来之后啊，他也可能会把那个小孩先推上帝位，换掉孝庄帝元子攸。事情非常紧急，传言越来越多啊。城阳王元辉就对孝庄帝说了，尔朱荣现在是肯定要除掉陛下您，如果皇后生出的孩子不是男孩。 就是说，这个元子攸他那个皇他的皇后也是尔朱荣的大女儿嘛。如果他生的孩子不是男孩，尔朱荣肯定立陈留王，就是您那侄子，或者陈留王啊他的那个王妃，就是尔朱荣小女儿生下那个小孩当皇帝。恰巧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就在前一夜，这个孝庄帝元子攸、啊、梦见啊自己持刀割落自己十个手指头。 这个恶，这是个噩梦。你想血糊流烂的，当时估计还挺疼。他就问袁辉，呃，还有那个大臣杨侃，就说我昨天梦这个梦，这是什么征兆呢？袁辉就说了，这我估计这这这，他想都不想，马上反应还挺快。毒蛇遮手，壮士断腕。您的这个梦的寓意啊，就是要您呃搁置嘛，就让您马上下决定。这个是个吉兆，好梦。 这时候呢，尔朱荣的亲信袁天穆啊也被招入洛阳，孝庄帝呢也亲自到郊外迎接。几个人在新林园喝酒射箭之时，尔朱荣就建议：哎、啊，孝庄帝啊，和自己一起，咱们几天之后带个几百人出去打猎游玩儿，散散心。孝庄帝这个时候就想起前几天啊，这个五位将军西翼曾跟自己秘密报告过，就说尔朱荣啊。 有什么打算呢？想借出猎的机会，就挟持天子您，然后迁都。哎，孝庄帝啊，听这个时候一听尔朱荣这样讲啊，要邀请自己去打猎，他就心中更疑惧，下定了决心，叫除去这位权臣。于是呢，他当时就对呃他的亲信中书舍人叫温子生的，温子生这人也是个呃北朝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家，他就跟温子生说。 朕现在所处的情况，就是死，我要做这点事儿，要把尔朱荣给弄掉。况且呢，还不一定啊就死，我宁可像高贵襄公那样死，也不要像长贵襄公那样活着。这是个典故，高贵襄公啊，就是指魏国的这个曹毛，就曹魏的那个魏国，他是亲自指挥啊这个御林军，呃、啊、喊出那个声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 啊，最后他以皇帝之尊，那个当时小伙子眉目如画嘛，呃，然后出去要冲冲出去，想把那个司马昭杀掉，结果呢，被司马昭手下这个程济给一级给刺死了。那么常贵相公是谁呢？常贵相相公就是司马昭，这个把这个曹髦杀掉之后啊，又把另外的一个宗室的少年人哎给扶上帝位。 呃，最后呢，到了司马氏司马炎的时代呢，这个常共相这个常贵相公曹奂呢，等于是把自己的地位禅让给了司马炎，呃，最终呢，等于是留下了一命。所以说他当时这种决断就是说我宁可像曹髦那样死，也不像要像那个曹奂那样这个这个赖活着。正商议期间呢，恰好尔朱荣、袁天穆这两个人呢，要入宫议事。 孝庄帝马上就埋伏十几个人在明光殿的东侧，准备当时就要把尔朱荣做掉。尔朱荣和袁天穆这个两个人入宫之后呢，坐下来刚吃了几口东西，忽然之间呢，他们的下属禀报军情，这两个人就匆忙呃就出宫了。孝庄帝先前所派那几个人呢，从东街上殿要动手，这个时候一看见尔朱荣和袁天穆两个人已经走到中庭，等于说呢，呃，来迟了。 说这次谋杀活动呢，就算是失败了。又隔了几天，尔朱荣他到他小女婿陈留王袁宽啊那府中饮酒，大醉，就对外声称他自己得了大病，连日不出。这次啊，尔朱荣还真不是说装蒜啊，或者是有什么阴谋啊，假装什么的，就是就假装不出来。他确实是大醉伤身啊，身体不适。 孝章帝颜子攸呢，和他的左右手下密谋，想杀掉尔朱荣那个计划，实际上逐渐的就在洛阳城内啊，大伙儿有所传闻，因为没有不透风的墙。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得知消息之后，就劝尔朱荣赶紧把这个皇帝现在换掉，或者是干掉。 而朱荣呢，向来就不把这位年轻的皇帝，呃，这个皇帝是他自己立的嘛，呃，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听后就摆摆手，认为这个原子幽根本就没能力啊做这种事情。他手下那点人，就一直在咱们的控制之下，他怎么能还能谋杀我呢？那些与萧庄帝一起参与密谋杀尔朱荣的人呢，呃，慢慢得知了消息外泄，内心非常恐惧，因为这个东西肯定是，只要事情一泄露，不仅自己要死，肯定得诛诛。 孝昌帝本人呢，呃，随着这个岁月的流逝，一天一天过去，他越来越害怕，就忧虑啊，其中参与谋划的人啊，没准哪个人贪图富贵，会首先向尔朱荣告发这个事儿。当时的这个城阳王元辉就建议，陛下，您可以派人告诉尔朱荣，啊，说这个您的皇后，也就是他的闺女，生孩子了，在宫内，他肯定是入宫道贺，我们趁此机会就把他杀掉。 孝章帝元子攸呢，听了之后呢，也表示忧虑。他怎么说呢？这我这个皇后怀孕现在才九个月，她尔朱荣能相信吗？元辉就说了，女人怀孕不足月生孩子多了去了，尔朱荣肯定不会起疑心。于是呢，孝章帝元子攸他就埋伏兵士在明光殿的东侧，对外就声称尔朱皇后生孩子，他就派元啊快马加鞭，啊，奔向尔朱荣家里去道喜。 当时呢，尔朱荣正和他的这个心腹袁天穆呢，在家里玩赌博游戏，估计玩什么呃投壶啊、呃出仆啊，或者是类似的吧。袁辉上前，他来道喜嘛，摘下耳中的帽子，就地是欢舞盘旋。哎，这个是个什么礼节呢？我们要读过唐朝李白那个诗“脱军帽，为君笑”。哎，显然啊，北方胡人这种欢庆的礼节，到唐朝时候依旧有存留。 就是什么呢？哎，你家里有好事儿了，无论是这个喜事儿，生孩子、结婚什么，为了表示庆贺，哎，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之后，然后在他面前欢舞盘旋，让对方高兴，自己也高兴。听说自己的闺女生下了皇子，尔朱荣大喜，你想当老爷了吗？而且这个自己的外孙还是这个皇帝，等于和自己闺女生的。很快呢，宫中内文武百官络绎不绝，哎，都到这个尔朱荣府上道贺。 就祝贺尔朱荣，哎，做了这个外公了。如此一来呢，尔朱荣不得不信，他就和袁天穆同时入朝，当面得向皇帝女婿道贺啊。孝庄帝元子攸呢，听说这尔朱荣入宫了，不知不觉中啊，因为惊吓过度，脸色变得青灰。中书舍人温子升一看这个情况，马上就说：“陛下色变”，就提醒你，你看你脸儿都变了。 孝庄帝这个时候，呃，赶紧让工人拿来烈酒痛饮，以壮胆力。大家记住了，这个烈酒不是绝对不是老白干，五十度、六十多度没有，就是在那个时候北朝的时候，最高的烈酒也就十几度。真正的烈酒是在元朝之后才有那蒸馏的白酒，所以那阵儿他所谓的烈酒啊，就十来度。但是多喝了，多喝了一堆。尔朱荣入殿的时候看见温子升手里拿着赤书。 实际上，这个敕书啊，就是对外宣布尔朱荣的罪行和诛杀他的这种敕令。他就问温子升，他就跟温子升也挺熟，你你拿的什么东西啊？温子升就虽然说是个文人啊，镇定自若，神色不变，啊，只是扬起册书回答道：“皇帝敕书。”当时呢，尔朱荣呢是向皇帝道喜心切，而且对温子升手执的皇帝敕书啊，他也不拿过来看看。 为什么呢？他也不在意。这赤书肯定是内容肯定是经过自己同意的，任命谁谁谁为什么什么官员，所以说他根本就没留意。急匆匆直入殿内，见到他皇帝女婿在那儿坐着，哎，尔朱荣正想开口道喜，忽然看见孝庄帝手下有两个人提刀就从殿东门那儿跑进来了。看见那两个人手中明晃晃的利刃，你想，尔朱荣是大将出身啊。 我估计这个呃身上武功还不错，他就一下就吃惊了。他呢当时反应特别快，直奔玉座而去，想干嘛呢？他是想挟持这个孝庄帝啊进行抵抗。此时呢，坐在玉榻上的孝庄帝，他的膝上啊早已横背一刀。见尔朱荣冲上来之后，他也忽然起身，把手中利刃一下子就插入尔朱荣的胸膛。尔朱荣呢大叫一声，应声毙命。 我估计一刀就捅到心脏里你要真捅捅到这个尔朱荣肚子里，我估计弄不好他还盘肠大战。尔朱荣当时被捅死，这个赶来的孝庄帝手下那些众人愤愤入殿，举刀乱砍。当时呢，跟随尔朱荣入殿那些亲信，包括袁天木什么的，也都死到乱刀之下。殿外呢，与尔朱荣一起入宫的，哎，当时他十四岁的儿子尔朱菩提。 啊，还有那些这个手下的别的这些从人啊、军将啊，三十多人，全部被孝庄帝的伏兵啊砍杀在当地。而朱荣呢，尸体这个时候横陈在殿内，孝庄帝提刀仔细看了看，还还发现尔朱荣身体旁边有个他上朝时候用的那个手板，上面就写着：呃，朝廷马上要下诏公布的啊、呃、这个官员的去留人名。 凡是不是他心腹的人都在除名之类，啊，凡是这个重要的军阵都是他自己人。孝庄帝元子攸呢，拿着这个手板一看，就大叹一声：“哎，这个混蛋！如果今天不把他杀掉，我们过后再没机会把他除掉。你看，现在所有的这些人，如果他一换，咱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而朱荣被杀的时候呢，三十八岁。那么我们现在分析一下。 你说这个孝庄帝元子攸杀了权臣尔朱荣，是一招臭棋呢，还是一个明断的决定呢？孝庄帝这个人呢，实际上是太莽撞了。他当时的心态，就如当年想谋杀曹操的那个汉献帝刘协。当年的汉献帝刘协，即使能侥幸把那曹操曹大丞相杀了，他也得死。为什么？他周围的面临的形势啊，全是曹操的人。 孝庄帝元子攸这个时候的境遇啊，还远远不如当时的刘协，因为他自己本来就得位不正。尔朱荣在河沿之变大杀了一两千这个呃当朝大臣之后呢，幸存的洛阳那些朝臣和读书人士人恨极了尔朱荣，同时呢，他们也会痛恨尔朱荣福利的一个孝庄帝元子攸。相比之下呢，当时那汉献帝啊，这个刘协，他是汉灵帝唯一在世的这个血脉。 它的正统性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而在当时的北魏呢，类似元子攸就孝庄帝这样的一个元姓宗室还有很多，所以呢，当陈敬之啊这个拥拥护这个元昊打进洛阳的时候呢，呃，魏公百官出迎，元子攸当时单人独骑是仓皇出逃，可见呢，当时洛阳的那些北魏大臣宁可暂时屈从于和魏国一直是敌国的这个南朝梁国啊，他们这个军队。 他也要赶走尔朱荣和他拥立这个孝庄帝元子攸。那么元昊最后的倒台呢？一方面是他自己啊把这个政务、人情啊弄得一团糟，最关键的主要是当时尔朱荣那个南下大军的军事力量大，所以呢元子攸作为这个时候魏国的皇帝，完全是依靠尔朱荣的武装才能回回到这个洛阳复位，他的政治号召力也严重不足。 如今呢，既然杀掉了与自己结盟的尔朱荣，他也不可能马上，哎，得到国内百姓和军队的那种万众归心。所以说，孝庄帝元子攸，哎，这横刀一绝，最后的结果呢是飞蛾扑火。尔朱荣这个人呢，作为一个契胡的首领，他呢一直这个在秀容郡吧成长，他对汉俗啊就是沾染不多。你看这个人终日以骑射为乐。 得知自己外孙出生的消息呢，他竟然喜不自胜，哎，就是也不听别人的劝告，马上入宫去庆贺啊，最终丧命。这也显示出这个人啊纵情志性的一面。为此呢，虽然尔朱荣本性非常严苛，啊，喜怒无常，但是那些只属于他、忠于他的这些气胡将士啊，这个这个将近一万人吧，却一直和他感情特别深厚，对他誓死效忠。 作为一代枭雄啊，尔朱荣在河阴之变之后啊，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力挫各方面的叛军，还有那个敌国梁国的入侵，重新以武力呢，呃，统一了风雨飘摇的北魏政权。如此大功，如此宏业，放眼整个魏晋南北朝，也是极其罕有的。尔朱荣被杀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尔朱荣的呃，他那些手下的将领啊、部曲、家人啊，马上。 就焚了洛阳的西洋门，把这个西洋门烧了，跑出去了。然后他们屯兵合阴。尔中的堂弟呢，尔朱世龙啊、呃，本来想往北逃，结果呢，尔朱是个亲信，这个司马相如就是个文人，啊、呃，就制止他，就现在逃啊，呃，还不用那么快。于是呢，这些人就合军，一起又往洛阳往回走。然后派遣胡骑一千，就是都那些胡人骑着马、啊，临城齐声嚎哭。 然后有什么要求呢？就索要尔朱荣的尸体，在洛阳城内呢。当时啊，那些大臣啊，那些军将，谁都没有料到，你说尔朱荣都死了，这尔朱世隆他还敢回军？洛阳城这个时候只得紧闭四门。不久呢，尔朱世隆又往北逃，沿路上烧杀抢掠。尔朱世荣的堂侄尔朱兆这个时候就占据晋阳。 尔朱荣另外一个堂弟呢，尔朱世隆啊，他就在长子那儿啊，也是割据一方。加上尔朱家族其他成员纷纷的拥兵占地，因为事先都已经被这个尔朱荣都是分配在重镇一些特别重要的军事重地。这些人呢，哎、啊，就开始联合起来，推立太原太守，就原先的太原太守魏朝的长广王元业的，哎，推举他做皇帝，实际上也是他们的傀儡了。 孝庄帝元子攸呢，这个时候杀掉尔朱荣之后，他就以呃这个城阳王元辉为大司马、录尚书事，呃，总统内外的大事。元辉这个人原以为尔朱荣一死啊，他们党羽鸟兽肯定是树倒猢狲散，没料到尔朱兆、尔朱世龙一下乱兵四起，而且呢他们他们的势力越来越猖狂，呃越来越盛。元辉这个时候又惊又恐，束手无策。而且这个人，元辉这个人，这个王爷。 本性猜忌，他也不想让别的官员啊，这个地位啊，什么影响力超过自己。他就是天天和孝庄帝两个人啊，在宫里密议，啊，商议事儿，啊，一一整天一整天的商议，实际上最后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想不出怎么个办法平灭尔朱荣的这个余下的势力。尔朱彦伯、尔朱忠远、尔朱世隆兄弟呢，还有尔朱兆啊，这些人四面齐攻。 马上都率领军队来，了，就进攻这个洛阳。到十二月份呢，尔朱兆他就有清兵背道兼行，从河桥啊之西啊，一下就渡过河了，渡过黄河了。当时这个孝庄帝和他手下那些人认为黄河天险啊，水深流急，尔朱的兵马不可能这么快就能渡河过来。岂料真是天意弄人，那年黄河大旱，当时那河水啊都不过马腹。 所以说，尔朱兆的兵马是一突而入，一直冲到宫门，守卫的这个兵士才发觉。这天等到搭箭想射的时候呢，距离已经太近了，根本就不能抵御来军。于是呢，守卫的这个禁卫军将一齐散逃。孝庄帝元子猷一听说，呃，敌兵已经到了宫门了，慌忙徒步啊走出云龙门外，正好遇见城阳王元徽乘马狂逃。 他这个时候连声呼唤成阳王，成阳王，你看先前一一直和他共定大计杀尔朱荣这位王爷，头也不回，自顾自的逃命而去。至此呢，这位刚刚杀了权臣的皇帝，只能是束手就擒。夜晚呢，孝庄帝元子攸他被单独呢锁在永宁寺的楼上，你想十二月的大晚上，冻的是全身发抖。 他就哀求看守的兵士啊，像尔朱兆就说：“你跟那个尔朱兆那个王爷跟跟他说说，我这很冷啊，能不能够弄个头巾？我我我我戴一戴，取个暖、啊。”尔朱兆根本不理。当夜呢，尔朱兆，你想弄一帮乱兵冲进宫内、哎，他就自己和那些军将啊、将士们都在宫内宿营。先是把什么呢？尔朱皇后所生的孝庄帝的那个小孩，那真是刚生出来了，那还真不是说，呃，就当时是骗耳朱荣。 啊，说是皇子生了，实际上那阵还没生，现在真生出来了，把那个小孩儿，你想那小孩正在吃奶呀、啊，就活活摔死，所谓扑杀呀、啊，惨绝人伦。就再怎么讲呢，这小孩儿呢也是尔朱荣的亲外孙。然后呢，尔朱兆和这些军人们在一起，在这宫内啊，就大肆的这个淫乱，把那些什么王妃啊、公主啊、什么这个宫女啊奸污一遍。接着呢，尔朱兆又在这个洛阳城内重兵大掠。 杀掉什么林怀王元玉啊、范阳王元惠啊，好多宗室。不久呢，尔朱兆呢，这些人就从洛阳啊往外走，因为他的老窝在晋阳，就把这个孝庄帝啊、元子攸啊也这个挟持在队伍当中。到了晋阳之后呢，想起旧恶，越想越生气，他就亲手把这位年轻皇帝啊勒死在三级佛寺之中。孝庄帝元子攸被勒死的时候呢，年纪还真不大，只有二十四岁。 接着呢，尔朱兆一不做二不休，他又杀掉了孝庄帝那侄子，就是尔朱荣当时特喜欢那个陈留王袁宽。孝庄帝临死之前啊，还在寺内啊写下了临终诗，诗呢做的特别好啊，其意甚哀。泉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随门一时闭，幽庭起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 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你看，诗意特别凄婉，可悲可叹，呃，特别像《古诗十九首》那种意境。三个多月之后呢，尔朱家族觉得先前所立那个长广王元业呀、啊，他是宗属比较远，血缘比较远，呃、这个人呢又又没有什么人望，于是呢又改立广陵王元工为帝，呃，这个元工呢就是魏国的节闵帝。 你看，跟换东西一样。尔朱家族随即又把刚刚换下来的这长广王元业，现在他没用了，就把他杀掉。朝廷大臣呢，在这儿啊，集合在一起，尔朱世隆呢就主持商议，咱们要给死去的尔朱荣，啊，这个大将军，啊，对，这个太原王上谥号，并让大伙儿考虑一下。你看，尔朱荣作为魏国的贵臣，应该配享在哪个皇帝的庙中啊？一问呢，谁都不说话。 这个时候有个汉族大臣叫刘继明的，他就说了：“就尔朱王爷如果配世宗，就配那个袁克吧。他当时候他还没立什么功劳。如果配肃宗，就那袁许，他他把他亲妈都英黄河里淹死了。如果配刚刚这个，就是被你们弑掉这个孝庄帝吧，为臣又不忠，以此论之，无所可配。” 就如果这样一论吧，就最近的哪这三个皇帝，哪个皇帝的庙里也不能把他成下来。当时这尔朱世隆啊，气得大怒，马上呵斥道：“你就应该死！”这刘继明呢也不害怕，所以说这文人有时候胆儿还特大。我这个只是您让您让我们发言嘛，我只是依理而言。如果我说这话不合您的心意，杀剐认命。尔朱世龙呢也无可奈何，为什么呢？这刘继明说的还特对。 最后呢，就决定让尔朱这个荣啊，呃，配享孝文帝的这个庙，啊、呃，并在首阳山专门为他这修建了一个特大的庙，呃，富丽堂皇。结果呢，庙成不久，这个庙就被大火给烧毁了，啊、呃，估计也是天怨神怒吧。尔朱家族掌权之后呢，哎，这帮人啊，那就大肆贪淫，生杀任意，啊，随意封官许愿。 尔朱天光呢，占据这个关右地区；尔朱兆呢，占据滨州、汾州；尔朱仲远呢，占据徐州和兖州；尔朱世隆呢，啊，他自己就在朝廷内把持朝政。这一家子人呢，是就是贪暴无限、啊，如同虎狼一般。你想，本来就是一个地方的胡族的这样一个小酋长，一下穷人乍富，忽然之间又能杀皇帝啊，又又能立皇帝，因此一下飞扬跋扈。由此是魏国境内上下。 对身为契胡啊，这个族的这个尔朱这个尔朱氏的，包括他们的家族，包括他的手下那些万马士兵，就恨得咬牙切齿。但是呢，因为现在人家把持朝政啊，势力强盛啊，表面都不敢违抗。先前啊，曾经劝尔朱荣自立为帝那个高欢，他们那个尔朱氏下面的大将，啊，骗得尔朱兆的信任，啊，取得了从前啊葛荣手下那降兵几万人的指挥权，趁机呢就脱离了尔朱兆，另立山头。 接着呢，他就公开指责尔朱氏杀害这个孝庄帝元子攸，呃，就开始起兵。公元五百三十二年呢，高欢大破尔朱兆在广和。这个时候，尔朱家族内部也互相猜忌，尤其是尔朱世隆和尔朱兆这两个人争权夺利，他们两个人特别不和。但是面对高欢这个军力逼迫呢，尔朱家族最后呢，你想他只够联合在一起，几个人呢各自带兵在邺城会师。 号称二十万众，然后呢，呃，这顺着这个环水啊，呃，在那儿驻兵，准备和高欢决战。当时啊，高欢手下的马不过两千，兵不过三万，因此当时的他手下的将士皆有必死的决心。大战开始，高欢手下这个汉族大将高敖曹勇猛出杀。 呃，一举就击溃了尔朱家族的二十万大军尔珠，尔朱杜律啊尔朱天光啊，那些尔朱家族的大将赶忙率领残兵败将，呃，奔还洛阳。在洛阳呢，本来和尔朱家族一伙儿的，呃，当时有个大都督叫胡思春的，这个时候大起杀心，就觉得尔朱家族快完蛋了，他就率领人马背、啊、道先还。尔朱氏的军队一败，本来和尔朱氏一伙的大都督胡思春。 这个时候也大起杀心，他率领他的手下的一部分人马背背道先还，啊，先先于那个大部队的那个败军，他先往洛阳走了。尔朱氏的军队这一败之后啊，啊，本来和他们一伙的大都督胡思春，啊，如今呢，啊，也起了异心了。他率领他手下的人马背道先行，就计划灭掉尔朱一族。墙倒众人推啊，呃。 胡思春这些人呢，就在这个四月间，就公元五百三十二年的四月间呢，入拒河桥，那把在洛阳的尔朱氏党羽全部都杀掉了。尔朱天光、尔朱杜瑞听说消息之后大怒，要率领这个兵马进攻，正好赶上连夜大雨，他们那工事啊、那些胶啊啊都都都卸掉了，因而且加上这些败军的疲惫至极，那根本就打不过，最后只得率领残重的往西逃。 不久呢，尔朱世龙、尔朱彦伯就被人抓住了，呃，在洛阳的这个呃城门外斩首，他们的脑袋呢也被送到这个高欢的那里。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啊，你别说这个尔朱杜瑞尔朱天花这些人，根本他就没什么太大的本事，啊，而且所以说很快就被擒获他们相比尔朱荣差远了，军事这方面的这个策略，呃，这个这个这个才能就很差，就很快都被抓了，然后一起问斩。 最后呢，尔朱家族只剩下谁呢？只剩下一个尔朱兆，率领残兵败将回到他老家哪儿呢？秀荣郡。这些人回到老家之后呢，就变成强盗一样，就只能啊没事就四处抢掠，就变成流寇了。当时呢，已经成为哎魏国丞相的高欢呢，屡次发令，就说要率大军征讨。但连续四次出师之后啊，哎打到半截儿他又回去了，不再追击。尔朱兆呢，逐渐就懈怠了，就说是你看。 还是我的根据地，这地方他不敢来，以为就近期啊，高欢不会有啊，呃，这个军队来袭击。公元五百三十三年初，高欢就预测到尔朱兆会在年首啊，就是年头的时候、啊、召开这个秀容部落大会，因为他有传统嘛，这个部族首领一定会大宴宾客，他就先派出都督窦泰，以率领这个快马、啊，这个这个这个兵士驰奔，一日一夜。 跑了三百里，高欢然后呢，呃，自率大军随后，直杀秀荣郡，那斩草除根啊。等到窦太的精兵出现在尔朱兆的这个府门外的时候，那些契胡守军卫士啊，你想近年啊，他又累，呃，又又就然后又败，终于赶上年初这个大宴会，那些守卫的军士啊，正喝的好多人迷迷糊糊的，忽然看见高欢的大军，一时之间没什么人抵抗。 呼啦啦的一下散的，这个一下全部走散了，要不就走散了，要不就被杀在当地。尔朱兆呢，啊，骑上快马啊，逃到这个荒山老林里面，最后呢，穷迫无路，啊、就让手下人、啊啊、杀死自己，把我杀了，你们拿我脑袋去请功吧。他左右的人呢，觉得这，尔朱兆还不错，就不忍心，那一下也都走了。最后呢？ 尔朱兆先把自己骑的那个多年的那个白色骏马砍死了，然后他自己在树上吊根绳子，把自己给吊死。至此呢，尔朱家族的主要成员全部都完蛋了。相缴的魏庄帝也被这个尔朱兆这个勒死啊。尔朱兆，我估计他自己这个上吊自杀的痛苦啊，哎，肯定又多了一层确实是现世报，这个时间很短。 我们纵观尔朱荣，他这一辈子，他是处于孝文帝改革之后北中国以完全的那种汉化这样的文化模式下。这时候的北魏国家呢，已经可以用封建理念呢来统治国家了，逐渐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完全依靠武力。由此呢，这个尔朱荣这个人实际上就当时就成为一个异类，作为北魏当时呢，啊这个。 气胡或者是吉人的部落酋长吧，呃，尔朱荣肯定是有一定的政治手段的，而且他的军事天才啊，确实是咱们无法否认。那么在福利孝庄帝元子攸之后呢，非常不幸的是，尔朱荣马上产生了自己称帝的念头。随后呢，他这个念头等于就是在鲜卑军事啊、汉人军事啊，还有那些士人的共同反对下呢，哎、呃，他中途作罢。 尔朱荣把女儿啊嫁给孝庄帝，就是想保持他的羯族军事集团、啊、和鲜卑啊、汉人这个政治集团那种合作，实际上还真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政局的稳定。但是呢，无论是尔朱荣还是孝庄帝，嗯，逐渐开始呢又对地方呃心存疑惧，最终呢，在尔朱荣通过舆论不断造势准备当皇帝的时候呢，哎，他就先先被孝庄帝抢先一步啊，先被杀掉了。由此可以看出。 当尔朱荣他本身愿意和汉人、鲜卑啊这个文化模式合作的时候呢，他能够掌控权力，他能够呢使得国家保持稳定，而一旦他想挑战这个模式，马上就会遭到大范围的这种反对。在北魏国家当时已经封建化的这样的大局势下，尔朱荣等于这个人他是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能力，呃，所以说他的政治方面啊、呃、绝对是很差。 因此，他的失败也是或迟或早的事情。无论如何，通过前面几集，啊，一个是胡太后，一个是尔朱荣，呃，一个美女俊男，雌雄双煞，等于把大好的北魏江山就断送殆尽。 我们前面几集呢，讲了一下这个葬送北魏国家的胡太后，还有权臣尔朱荣。下面几集呢，我们就讲一讲啊，这个高欢。高欢啊，他是这个北朝啊北齐的创立者。最早呢，他是尔朱氏的家臣，后来呢，他就慢慢变成尔朱氏的敌人。这要是怎么回事呢？根据《资治通鉴》啊，你看卷一百五十二哎那记载。 北魏当时的权臣尔朱荣啊，这个把北魏的这个呃胡太后和三岁的小皇帝元昭，那么扔进黄河淹死了嘛？又在河阴呃诛杀朝臣两千多人，派兵呢呃把自己刚刚立为皇帝的元子攸两个亲兄弟也当时给杀害在当地，又把元子攸这个孝庄帝劫持到一个帐篷内啊，准备处理掉，一不做二不休啊，当时那尔朱荣的军事就高呼元氏既灭，尔朱氏兴。 当时啊，这《资治通鉴》，你看这样描写是什么呢？都督高欢劝尔朱荣称帝，左右多同之。就说这高欢啊，当时就劝尔朱荣，就是您现在赶紧称帝吧。左右那些将领啊，好多都同意。如果我们看《周书的》的贺拔岳传啊，这些原原版原文我都看过，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呢，差不多跟《资治通鉴》差不多。但如果我们翻看《北齐书》， 还有魏书，高欢的本纪就《神武纪》，哎，倒成了这样的情形是什么呢？就是献武王，呃，当时的这个就是高欢的这个谥号了。哎，当时他就呃就说什么呢？呃，不如啊，奉长乐王以安天下。就长乐王就是这个孝庄帝从前的呃他的这个王爷封号。然后又说呢，尔朱荣将要篡位。然后高欢呢，这些人呢就健劝他，哎，你不要呃，那意思现在。 呃，自己做皇帝，你看这两部书的记载呢，又和那《资治通鉴》和那个《周书》啊完全不一样啊。前面的两部书说他是这个劝尔朱荣称帝，后面这两部又说呵他还挺那个什么，挺有远见，那就是劝尔朱荣不要称帝。显然啊，《周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呢，也就是说高欢当时是为了巴结尔朱荣，啊，劝他篡位自立。《北齐书》和《魏书》呢，反而把高欢说成一个。 哎，心向魏氏，哎、啊，心向魏朝社稷的这样一个忠臣，是个大好人。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梅老师，我这么多年对这个史书，我确实研究的呃比较透。那我可以给大家这样解释：《魏书》的作者是谁呢？是魏收，他本来就是灭亡了魏朝的北齐的臣子，加上北齐帝王个个凶残荒淫，高压。 哎，又是这个大官爵之下，他自然要美化他本朝的老皇帝、开国皇帝，否则呢，你也说不通啊。日后这个高欢起兵，呃，反叛这个呃尔朱氏，呃，就，你否否则你也说不通这理由了。北齐书的作者呢是李百耀，他的父亲李德林呢也是入隋的北齐高官，为前朝尊者会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北齐书大部分是李百耀。 啊，在他父亲编撰的呃史书基础上写成的，《周书》这部断代史呢是唐朝人，哎令狐德芬啊主编的，《资治通鉴》呢是宋朝人司马光主编的，因此呢，呃这两部书的立场相对来讲就比较客观，他们是在综合众家之议的基础上，然后呢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啊这个编撰而成，想必呢其中历史的真实呢会更多一些。 现在我们好多人说，哎，历史就是个，呃，任人涂抹啊、呃、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好多历史书都看过，真正的原文都查过，那么对于一个人的一生的事迹啊、人品啊、性格、行事方法啊、呃，做出综合判断之后呢，应该会发现，哎、呃，史书上有时候他没有明写的一些事情和人物。高欢这个人啊，他的鲜卑的小字叫贺六魂。 他是渤海修人，修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河北的景县。据说呢，他六世祖高隐曾经当过晋朝的太守，后来他那三位先祖呢，呃，又这个在慕容氏的燕国当过官他曾祖父高胡呢，在慕容宝那后燕那皇帝亡国的时候呢，呃、降服到了这个魏国。他爷爷高密呢，呃，还得做到魏朝的侍御史，因为犯法被留到当时的这个。 北魏六镇的怀朔镇，上面所谓高欢呢，他祖上的历史啊，编造的痕迹特别明显。但能够肯定的是什么呢？就是到他爹高树生那辈儿的时候，高家、啊、实际上就家世非常沦落。高树生这个人呢，又是个游手好闲、还不是产业的这么一浪荡子弟，所以啊，高欢的青少年时代肯定是在特别艰苦的环境下成长的。你想有这么一个爹，天天不着调啊，他家里。 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高欢呢，他自小生于六镇边镇，周围啊都是鲜卑军人，他是属于啊基本上完全鲜卑化的这样的汉人，天天呢就舞枪弄棒，嗷嗷直叫，啊没事骑个马到处去玩直到他和他的鲜卑部族的这个老婆、啊、结婚，那娄氏，他才从娄氏对方的嫁妆中啊得到了一匹马，有了马。 他才有在边镇队伍中当队主的这样的资格。所以从前呢，穷叮当烂响。幸亏这个老婆呢，家里有匹马，哎，他才能混入当时的边镇军中啊，他才能呃当了一个最低级的这样的一个呃一个小官吧。即使有了匹马，在军队里混上一个队主这样的小官，在当时也没什么人对这个破落户子弟呢感兴趣。但当时的镇将有个叫段长的，觉得高欢这小伙相貌不俗。 资质啊，特别呃异于一般人，就对他说：“我感觉你有匡济时世的才能，这辈子不会白活。我这岁数啊，可能见不到你发达了。希望日后啊，你能照顾我的儿孙。”当时这几句小小的鼓励，高欢是一生不忘。等他真正日后掌握了魏朝的国权之后啊，他就追赠这段长为司空，并且提拔段长的儿子段宁为官。哎，日后对这段家还特别照顾。 我估计当时这段长也是可能喝多了，就看那高欢那小伙子还长得不错，就随便夸了那么几句。所以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咱们没事对别人还是以夸奖鼓励为主。讲起高欢呢，必须要讲北魏末年这个六镇起义。六镇是当时北魏沿着长城而筑的六军镇。 自西向东，什么沃野镇，就是今天内蒙的五原；怀朔镇，今天内蒙固阳；武川镇，今天内蒙的武川；抚民镇，今天内蒙的四王子旗；呃，游泉，就是今天内蒙的兴和；怀荒呢，就是今天河北的张北。当时是北魏为了防御柔然啊这个这些部族的入侵，就专门派鲜卑族的这个军队啊镇将常年驻守在这六个地方。 那么六镇当中的汉人呢，还有其他那些少数部族的人呢，啊，都是内地的犯罪官民啊，或者是被北魏啊平灭那些部落的人啊，然后发配到这里来的。魏朝早期呀、啊，他对边将的待遇是相当好。那么孝文帝拓跋宏这个元宏南迁洛阳之后呢，急速汉化，王公朝士呢，逐渐都以清流自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呢，六镇的兵民就慢慢被边缘化。不仅被边缘化。 那些边将啊，那些这个将士啊，还受到这个洛阳朝贵的鄙视和轻蔑。从前呢，你想他们有依靠军功能得官这个机会啊，啊，从此之后啊没有了，因为孝文帝这个洛阳这个南迁之后啊，他这个魏国的朝廷啊，就逐渐变得像南朝那样，就是以门第、才学、啊诗词歌赋这些、啊、来取人来做官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就公元五百二十三年，柔然南侵。 当时的怀镇怀荒镇啊，那个这个兵民啊，就是北魏的那个边镇的兵民、啊，没有粮食吃，就请求那镇将你开仓放粮，我们这都快饿死了，吃饱肚子才能打仗啊。那镇将呢不准许，说我没有得到朝廷的命令。当时啊，这个怀荒镇的兵民忍无可忍，聚众忽然而起，把镇将杀了啊，一下就起义了，一时之间六镇大乱。 那公元五百二十四年呢？沃野镇的破六韩八零，那么历史书上都有这个。呃，为什么这个人叫这个名字呢？破六韩八零呢？因为这个人他是个匈奴族，起义了，声势浩大，席卷边城，北魏朝廷大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竟然联合先前打了多少年这个仇敌柔然军队，哎、呃，一起来镇压这个起义。最后呢，把这个破六韩八零给杀了，打二十多万被俘的兵民啊，全部哎、呃、从那个军阵那儿啊。 迁之迁移到别的地方，迁移到哪儿迁移到河北一带。河北当时本来就是连年水旱这个灾害不断，一下就来了这么多，啊，这个这个就是等于俘囚吧，俘虏吧，矛盾更加激化。你想这些人本来又是呃刚刚造反，然后刚刚规划的，当地的人呢本来自己都不够吃，忽然又来这么张嘴，互相之间你杀我，我杀你，由此呢使得反叛越来越多。 呃，接连有什么杜洛州、啊、鲜于修理啊、啊葛荣啊这些镇兵镇将的起义，这些人呢也是互相攻杀、互相兼并，乱成一团。当然，最后我们先前讲过的，知道这些起义和叛乱呢，最终都被魏朝的这个权臣那跋扈的将领尔朱荣，呃，他平灭了。高欢这个人呢，本来就属于造反的镇兵，他也本来就是军镇的，在那儿的那、这个呃当战士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被俘之后，那这小伙子。 哎，相貌堂堂，呃，又有武艺，他就得到了尔朱荣的信任，而且呢，还被提拔为尔朱荣这个卫队长，当时那个职务叫亲卫都督。尔朱荣当然是非常欣赏高欢了，在他这个权力最鼎盛的时期呢，有一次，呃，当着众将，大伙喝酒就问：“哪天我死了，你们觉得谁能够做军中统帅呢？” 周边人赶紧回答：“那肯定是尔朱兆了。”你想，那尔朱兆是尔朱荣他们家人。尔朱荣当时不以为然，摆摆手。尔朱兆虽然说勇猛善斗，但他统领的人啊，哎，不过三千，军马一多，一，他就乱了阵法。真正能代替我统领军队的，只有贺六魂，贺六魂就是高欢嘛。显然呢，尔朱荣对高欢这个认识呢，就是奸雄识奸雄，惺惺相惜，但是呢，又提防对方。 这个尔朱荣对高欢产生疑戒之后呢，他一方面提醒尔朱兆你要提防这个人啊，另一方面他又把高欢啊远调，远调到哪儿？到晋州当刺史。晋州也是个重要的军镇。不久呢，这尔朱荣就被那个魏庄帝元子攸那个亲手给杀了。尔朱家族呢愤愤起兵反叛朝廷。当时身为一方镇将的这样的一个高欢呢，审时度势，他就呃心里就起了念头。 他先打谁的主意呢？先打就是尔朱荣他们这个家族手下那些降兵的主意。我们要知道，六镇造反的降兵啊，大多都是鲜卑族，其中呢还有不少汉人、匈奴人、高车人、底人、羌人，啊，好多各各种各样的部族都在里头。这些人呢被牵制到河北之后，就二十多万，不断受到尔朱，呃，就是尔朱家族他手下契胡士兵的凌暴。 哎，这阵儿契胡士兵他他最牛，啊，把控朝政，把控朝权，因此这些人呢总是不断的起义和造反，大小二十六次，被杀过半，还依旧是到处还是造反，因为活不下去。当时呢，刚刚把那个孝庄帝呃元子攸给勒死的，掌握魏国朝政的尔朱兆，这个尔朱兆是尔朱荣的族弟，就是他的堂弟，对这个河北这一带这个降兵的造反特别头疼，他就问高欢怎么办。 高欢当时就回答：“六镇降兵反叛不休，但是呢，咱们也不能全部都把他们杀掉。大王您啊，应该选心腹之人去统领他们。如果再有反叛，哎，就归罪啊这个将领，不能每次、啊、一下就杀几千几万那个造反的士兵，就把这个统领他们的这,这将领绳之以法就行了。”而朱少一听呢，高欢这建议挺好，就问：“那那谁去当统领啊？” 这时候呢，和他们一块儿喝酒的一位大将贺拔允，这也是个名将，傻不拉几在旁边建议，这可以让高欢、贺六魂他去啊，他去统领六镇降兵啊。听贺拔允这么一说，高欢当时心中一喜，脸上大怒，起身一拳，趁着酒劲儿就把这贺拔允打得满嘴冒血，门牙落地，骂道。 太原王活着的时候，说什么就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太原王死了，天下事都应该听尔朱赵王爷的。你是什么东西？王爷还没发话，能轮到你说三道四，叫谁去谁去？他所说的太原王就是尔朱荣，那意思是尔朱荣活着的时候他说了算，现在是尔朱赵王爷说了算。怎么你自己还得定定人选呢？尔朱赵一看高欢一挥老拳，看那喝把眼一嘴血，哎，他还挺感动，就觉得你看那高欢忠心耿耿。 当时就趁着酒劲儿，立马宣布高欢为六镇厢兵的统军。高欢这个时候心中大喜过望，一直以来他在尔朱氏手下混是缺的就是他自己能直接指挥的这个子弟兵。嗯、你看，现在喝了一顿酒，出了贺拔允这么一大傻帽，啊，给自己提名。尔朱兆呢，当时也喝酒过量了，在酒宴上就发布这样一个命令。估计当时那贺拔允啊，跟那高欢也不和。 也是想把他外派出去，别给自己添堵，因此才这样说。高欢一出尔朱兆的这个大营，他怕这个尔朱兆酒醒之后反悔，马上大声宣布：“我现在受尔朱兆王爷之命，统管镇兵，马上都到分东集合，受我号令。”说话之后，他立刻骑马，哎，就驰奔到这个阳曲川，建立统军大营。六镇降兵啊，一向是特别厌恶尔朱氏。 和他们手下那些契胡士兵经常受欺负，极短的时间内啊，那些人几万的就一下奔涌到呃高欢呃在的地方啊集合。不久呢，高欢又给尔朱兆上书，说什么山西啊，呃，霜灾旱灾多，兵士们没有粮食吃，请求自己啊移师山东，以解决军粮问题。高欢的本意呢，就是想当时啊，赶紧离开尔朱兆，摆脱啊他的军队的威胁和控制。 尔朱兆这个时候，他军中长史，就首席参谋长叫慕容绍宗，啊，见到高欢这个信，就马上劝尔朱兆，万万不可。现在你看四方乱起，人怀一心，高欢呢雄才盖世，如果让他卧兵在外，正是说借蛟轮与云雨你再也不能控制他。尔朱兆这个人有勇无谋，解释说呢，我自己和高欢我们是拜把子兄弟。慕容绍宗啊，也挺生气。 亲兄弟尚不可信，何况是把兄弟？那意思，言外话之后，你看你们自己的尔朱家族的人互相还你你打我杀的，要把对方弄死了。更何况高欢，他他他姓高，他不姓尔朱啊。尔朱兆这个人特粗鲁，当时大怒，马上就把这慕容少宗给关进牢房了。马上下令，高欢移军山东，听你的了。高欢这个时候就得以率军从晋阳出发，中途呢，他遇见尔朱荣的老婆。 啊，就是带着大车小车的财物，从洛阳呢正好返回到这个山西，看到这个婆娘啊，她身边啊，这、呃、无数的财宝，但是他也没抢财宝，主要看上看中他身边那个快马三百匹，高欢当时就派兵把那些马匹啊全部抢为己有，而朱兆呢在城里听到狼狈回来的嫂子哭诉啊，就说你看我自己的马匹全被高欢抢了，大怒，那赶紧把慕容绍宗放出来问计。 就是我把你关错了，你说怎么办？慕容少宗在这就说了，高欢现在他也跑不掉，那你赶紧追。尔朱兆呢，亲自率领军队去追赶，追到襄垣这个地方，当时呢，恰好那个漳河水暴涨，高欢隔河拜谢，就是表示道歉了，就说我借公主马，因为尔朱荣老婆当时是北乡长公主，有这个封号，我借公主的马呢，是为了用来抵御山东盗贼。 你看，他不说抢，他说借。如果您呢相信公主的谗言，哎，我就过河去受死。只怕您把我杀了呢，我手下这些人马上都会叛亡而去。而朱绍这个呢，胆大无脑，确实他也是个猛将，竟然单身独骑策马过河了啊！与这个高欢在高欢的营帐内坐定，然后把自己佩刀偷出给对，掏出来给高欢，伸出脖子让高欢砍，就特像我们旧社会天津那些混混。 这这这两个人想打之前，他先先先斗狠。高欢这个时候呢，也特会演戏，呃，流泪大哭，诉说尔朱家族对自己的恩惠和自己对尔朱家族的一种忠心。于是呢，两个人欢饮极醉，呃，这个喝完了酒之后呢，还杀白马盟誓。蒙夜间呢，高欢手下这个有个头目叫魏景，这个人实际上还是高欢的姐夫。 就埋伏了一些壮士，当时要把这尔朱兆杀掉，高欢马上阻止。现在杀了尔朱兆，他的党羽啊一定啊啊、呃、奔归到一起，结怨报仇。你看先前那个孝庄帝元子攸就这样被杀掉了。我们现在呢马少兵饥，呃根本就相抗不了。如果有英雄趁机而起，哎、呃、说不定以后对我们威胁更大。尔朱兆这个人呢凶悍无谋，还是把他放了。 转天早晨呢，尔朱兆酒醒了，一看自己全心全意还活着，因此骑马回营，然后呢，他就在河边就让高欢，你也到我的大营来，你看我昨天都到你那儿又喝酒，怎么又怎么怎么又拥抱，就又又又盟誓的，今天你也到我这儿来，咱照样演一出。高欢当时还想壮着英雄胆，哎，过河去，被他部将啊，紧急的劝止。 尔朱兆一看，你看我昨天过去了，你今天不来，他就隔着河破口大骂。无奈呢，当时是河水奔涌，这个他手下的大军根本就过不去。最终呢，只的是带兵啊，驰还晋阳。高欢回到营地之后呢，见到了军中啊，统管士兵家属的这个一个将领叫念贤的，然后假意跟他寒暄。念贤这个人是尔朱兆先前安插在高欢营中的他自己的心腹。 就是派他来监视高欢的。高欢坐下之后呢，哎，就夸，念贤，你看你这腰中的宝刀真漂亮，我能看一下吗？念贤当时不知道是计啊，马上把宝刀递过去给高欢。高欢呢抽出刀，随手一刀，就把念贤砍死在当地，等于就消除了尔朱氏在自己军中最后一个钉子。而后呢，高欢率领军队到达山东之后呢，严肃军纪，秋毫无犯。 每过麦地，他还自己拉马，自己下马，拉住那个缰绳，啊，所以就就怕那个马把那个当地的这个庄稼给踩坏了。当地人民呢，没见过这样的这个军将，啊、对他都非常欢迎啊，所以说他受到这个百姓的拥戴。啊、这和《三国演义》中曹操那一出这表演差不多。高欢啊，毕竟他自己呀、啊，从前就是尔朱家族的这种家臣，受到尔朱家族的极多的恩惠。 他也不大清楚自己的手下啊，对这个尔朱氏啊，到底啊是否是否有有有多有多么大的这个情感和关系，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还不敢挑明了和尔朱氏决裂。为了让自己手下的六镇降兵啊，啊无路可退，和他一道起兵，他最终想出一个计谋。什么计谋呢？他派手下人伪造尔朱兆的一个军令。 这个军令是什么内容呢？就下令高欢率领六镇降兵全部回到山西，然后呢，编入契胡军人，就是尔朱兆他那些他自己的子弟兵，编入他们的部队做他们的这个雇佣兵，然后去四处攻打。本来六镇那个降兵啊，就一直饱受尔朱氏手下契胡士兵的欺凌，现在一听说要被征发去当契胡人的奴兵，都生不如死的感觉。 高欢呢，又假装军命延吉，他群中啊，他从军中拣选了一万多兵士，马上就赶紧出发，咱们先走。他的部将孙唐呢和魏景呢，又假装呢为军事请命，啊，就说咱们现现在我们还准备不不充足，再等几天。那这样的一来呢，得以宽限五日。就在这五天之内，这士兵们又忧又惧。高欢呢，又接着演戏。 他又假意啊，行了，既然五天看来还是不行，咱再宽限五天。他就等到六镇这个降兵啊惊恐酝酿的差不多了，火候正好的时候，高欢呢作为统帅，和这支这个万马人的这个先遣军举行告别仪式，当着众人的面呢，高欢自己也泪流满面，做出一副万般无奈的样子。你想，即将踏上去山西之路，这些士兵也一片嚎哭之声，悲从中来。 惊天动地，高欢等嚎的这个这些人嚎的差不多了，叹息一声，骑马在高台就说：“你看，我和你们都是镇户出身，怎么是一家人、啊？现在呢，我们西去打仗，肯定得死，耽误了军期，到墓地之后也得死。你看，我已经耽误了十天了，说不定到那之后咱们都得被杀。如果发配给那些契胡人当部曲当奴兵，也得死。总之就是死路一条。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他手下那一万多士兵马上就高呼“反”，就一个字儿。高欢这个时候还装出一副特别焦急的样子，造反是不得已的事情，谁能带头呢？将士一听啊，原来高欢是问这个，一下是雀跃欢呼，就推高欢。高欢呢，这个时候还是一副万不得已的样子，为众担罪的样子，踌躇再三，他就对六镇降兵说了：“你看你们这些人乡里乡亲的。” 很难统御。你们想一想，先前葛荣有百万之众，就是因为没有军规战纪，散漫无治，最后呢难逃败亡的下场。如果你们推我为领军，就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了。你们不能随意欺负汉人，为什么？这六镇降兵虽然一直被契胡人欺负，但六镇降兵啊，基本上的这个鲜卑人多，他们经常欺负这个汉朝的百姓、汉族百姓。你们也不能呢违反军令，不然的话。 我就不跟你们在一起干这事儿，生死由之，我们的生死全由您做主。一万多这个军士齐声呐喊，于是呢，高欢杀牛宰羊犒赏士兵，就在信都起兵。为了名正言顺呢，高欢与他属下哎还拎出一个魏朝的宗室，当时为渤海太守的元朗哎，拥这个元朗为帝。公元五百三十二年呢，高欢啊就初次和尔朱氏的军队呃交锋。 以少胜多，在广和大败尔朱兆，俘虏了对方五千多人马。尔朱兆、尔朱世隆等人啊，在尔朱荣死后啊，兴兵杀入洛阳之后，我们又知道，把那个魏庄帝元子攸又带回到晋阳给勒死了。他们立简闵帝啊，宰制天下。本来这一家人啊，后来又一家窝里斗，各怀一心，相互这个猜疑。忽然之间生出高欢这么一个共同的敌人，哎，反而这尔朱家族一条心联合起来了。 尔朱天光从长安出发，尔朱兆从晋阳举兵，尔朱杜瑞呢从这个洛阳出发，尔朱仲远从这个东郡啊也赶过来了，四路大军二十万人，在邺城汇集，然后夹着这个环水列阵，就准备和高欢决战，想一举攻灭这个忘恩负义的贼子，还有他手下那些六镇降附那些士兵。高欢这个时候就派他手下封龙之留守邺城，亲自率领啊兵马吞兵子墨。 当时高欢战马不满两千，兵啊不过三万，敌人呢有二十万之众，你想这个众寡不敌啊，高欢就用牛驴联系在一起，把自家军队的退路都给堵塞住了，在韩陵那一带就摆成了一个圆阵，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兵无退路，那就使得的军士有必死之心，反正只有战胜才能活。两军交战之际呢，尔朱兆就立于阵前。 大声责骂高欢，你看忘恩负义的东西，反叛我们尔朱氏。高欢这个时候呢，理不亏，词不穷，也高声回喊：本来我是和你们一起共同辅佐皇帝，如今天子何在啊？尔朱兆呢，呃，在马上就言道：永安王枉杀太原王，我为太原王报仇才做出这样的事儿。永安王是谁呢？就指这个被杀的这个呃孝庄帝元子攸，他从前的封号永安王。 太原王呢，就指尔朱荣，高欢呢，大声这个斥责：“从前我们一同在尔朱荣帐下，你劝他造反的事，我都特清楚。况且帝王杀大臣，何报之有？今天啊，我跟你恩断义绝。”言必两军啊，马上交战。高欢和尔朱兆双方一交战，那么到底最后谁能获胜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